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，著重兩文三語，所以我們這個節目是想讓大家知道，同樣的物品在不同的語言其實是有不同的講法的。跟住落嚟就請大家收睇我哋呢一個節目，希望大家可以喺我哋呢個節目學到啲嘢啦。Jen， what are you doing？ 我喺度偷。你阻住個鏡頭啊！我偷緊地下相。企過嚟，我阻住個鏡頭。地下相。地拖，普通話拖把，拖把。In English, we call it mop, mop。我早啲做咗啲熱辣相，我熱辣 ，I'm so hot。Hot？ Yeah。Hot， 誒攞去攞去，開冷氣啊，開冷氣啊。Thank you, sir。冷氣機，普通話。空調，空調。In English, we call it air conditioner. Air conditioner。看夠未啊？唔使做啊！你見到過好多層啊？見到，見到上，見到上。我雞毛掃啦。知道。雞毛掃，普通話。雞毛毯子。鸡毛毯子。In English, we call it dust cleaner. Dust cleaner. 都算 OK， 不过地下嗰度仲有好多层，攞吸尘机。知道 sir， 知道 sir。sir， 但系搵唔到插锁啊。插锁，啊，得，插锁。Oh, thank you, sir。插座，普通話。插座，插座。In English, we call it power plug. Power plug. 啊，搞得七七八八，到嘅啦嚇。我出咗啲汗，我而家我就去沖下涼。咁最近你又慢慢搞。知道上。第一陣咧就閂翻燈。知道上。知道。咁我就啊，沖涼先。That's good.燈掣，普通話。電燈開關，電燈開關。In English, we call it night switch. Night switch.